大家好，每当晚上家人睡觉的时候，我们的音量不能开到平常的那个音量，要转得很小声，但是有些声音就不见了，就是我说的那个铃声跟信把声，就是我们那个鼓的那个铜把的声音。我们来测试一下 JBL075 的高音，看它可不可以表现出来，然后我手在挥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就仔细听这个声音有没出来。那我现在先用白天正常的音量，我们来测试一下。挥到这边的时候，我们正常的音量是有听到，可是它很微小很微弱，然后把音量再转小，可以说的声音就不见了。没有了，对不对？那个铜把的声音没了。好，我现在这音量都不动，我把 CD10 现在打开，就是刚好是 JBL 在那个高音的那一点点，上面的不要，下面的不要，就是那个铜把声的那一个赫兹，我把它调到那里，我们来听听看。仔细看我的手，仔细听听看，到时候我挥到这边的时候，你看这声音有没有出来。没听到有出来，对不对？恰恰恰恰恰，啊，晚上的时候听的就很舒服，就是要听到这个声音。啊，接下来我再把它恢复到白天的音量，看它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声音。有的人说会影响到，那我们就测试。我再回到白天的音量，跟原本的音量是一样的，再来听听看。没有 CD10 把那一点点的频宽，就是我们讲的赫兹，把它弄出来了。那开了白天音量，它出来以后不但没有影响到它的任何的那个声音啊，反而更清晰更干净更明确。与您分享。